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想为你介绍一个越饮越靓嘅糖水。咁呢个糖水咧，可以令到你哋饮咗之后咧，面色红润啦，而且咧系仲系好甜好味嘅。咁材料方面咧，就有当归啦，有20克，即系5钱啦。咁党参又系5钱，熟地咧有2片，咁鸡蛋4隻，同埋1塊片糖。咁鸡蛋咧就含有好丰富嘅蛋白质啦，同埋营养系好丰富嘅。咁我哋咧就冻水落啦，咁跟住咧就开火，咁冚埋盖，到佢水滚嗰阵时咧，我哋就熄火啦。于是就焗佢5分钟，咁啲蛋咧就会啱啱好。咁当归咧就切咗片嘅，咁啲当归咧就系补血调经啦，亦系养血生肌，仲可以活血止痛。咁而呢只系党参，咁咧佢就系补中益气嘅。亦是可以健脾胃，亦是可以对我们的肺有好处，还可以止渴生津的。这只是熟地来的，它的样子有点像山地一样，但是你们买的时候记住是熟地，因为熟地就是可以滋阴补血的，而山地本身是凉血的。这个党参我们就将它剪短一点，是方便它出味的。咁党参咧都系可以补气，而佢嘅性质咧都系比较温和。咁啲材料咧预备好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冲洗下佢就得噶啦。咁呢个糖水咧，我通常1个月咧都会煲一次嘅。咁咧，但系就记住啦，就唔可以喺女性月经嘅时候饮啦。因為它有機會令到經血呢會太多的，還有感冒的時候呢都是不適宜喝的。水滾呢就可以將材料放下去，跟住滾了之後呢就會轉細火啦，45分鐘。我們這個時候呢那個蛋呢它浸了有5分鐘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用凍水浸一浸它，就會很容易搣殼的了。咁同埋呢個糖水咧係好好飲嘅，咁咧佢又唔會話太過濃啦啲味，咁你自己可以試試嘅。咁啊雞蛋咧搣完殼之後咧就可以擺到備用啦。咁同埋呢個糖水咧，其實對於身體比較虛弱嘅人咧就好適合嘅，同埋女仔啦。咁個依個糖水咧煲咗45分鐘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放一塊片糖，同埋放埋啲雞蛋落去。咁跟住咧就攪勻佢啦，咁我哋冚埋蓋啦，就再煲翻滾佢啦，跟住就再煲多15分鐘，咁就完成噶啦。其實這個糖水呢材料有簡單啦，但也很好味，也可以令到我們面色紅潤，是非常好的。你們不妨試試啦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。還有在我的 Channel 裡面呢，我都會有一些播放清單的，在這些播放清單呢我就將我的影片就分了一類地擺啦。你們可以看回你們自己想看的類別啦，咁就可以選入去啲播放清單裡面睇。咁同埋咧，我個播放清單裡面咧，就其中有一個咧就係郊遊樂嘅，咁咧係關於一啲係香港行山嘅片嚟嘅。咁你哋都有興趣嘅都可以睇下啦。咁同埋如果撳咗入去啲播放清單裡面咧，咁睇片係好容易嘅。咁同埋佢會可以一直喺播放咯。咁同埋喺我片下面咧都有紅色訂閱嗰個位置嘅，咁你撳咗紅色嗰度啦，咁跟住再撳埋隔離個鐘仔咧，選擇全部咧，咁啊訂閱成功噶啦，咁係費用全免嘅。咁如果中意我條片，仲可以 like 埋佢添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